把你们开。金花，你等着，我去叫一代蒙王。啊，来，魏主簿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来来来来，这儿呢，这儿这儿这儿，来，看什么？哎呦我去！你给我装什么牛十三？要么就好好吧。你们看完这老婆子，想不想跟老财帮子睡在床上？啊、老娘我可是睡美人，还睡美人？孟王说话，牛对。孟良波，我看看啊，我对齐飞了。孟王，我给你让路，老半夜十二点蒙。孟良波，两蒙太满了，我全蒙。干脆十全 K。不好意思，给你打一点点。我三四五飞了，你们蒙，蒙两包，蒙两包，蒙他个红天暗地，忍不住的牛心。蒙两包，蒙他个得得一得得少年，或许月老掉线。不会唱就别唱，不找事了。蒙五包，老婆子，快给我一个香吻，我要劝架了。我给你一个香屁，你要吧？我也陪你全押，哈哈，我对 K。不好意思，又打你一点点。赶紧发牌。飞了。蒙两包。嗯，别蒙了，直接全押。哈哈，这一把我看你怎么打得过我。不好意思，还是打你一点点。孟王，您收我做徒弟吧。我不收徒弟，下次我会给你们解谜。我是李鹤成的一代蒙王的。太好了，我要发了。孙总，不要高兴得太早了，我给你们解谜是让你们知道赌博的危害，而不是让你们去发财。明白，明白。